大家好啊，今天我来到了木兰草原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距离武汉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，很近啊。并不是说只有北方才有草原啊，我们武汉也有啊，只不过规模小一点啊。今天是特意来这个夜场，因为夜场呢，它有这个篝火晚会和这个群众 disco 啊。然后呢，还有比较嗨的烟花秀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这个如梦如幻的场景还真漂亮，它这个一般的光环还加一个水柱、水雾效果，就很漂亮。下雪。这是木兰草原里面的小火车啊，速度很慢了啊，这个应该给小朋友准备的，真的是火车哟，有铁轨的。窄轨小铁车，穿越在时光走廊里，火神把这个火种分别传给所有的这个演员。火烫的钢花，哦，烟花秀开始喽！
什么比快乐还要重要？